你头也是个嬷嬷，我也是个嬷嬷，他说俺这个嬷嬷就可白心，就是世界上就没有讨这种嬷嬷，他一样说吧，啥也不管我的，连个电话都不到。儿子那边出现这个车祸以后，就直接走了。啊，对对，淘宝的样样都根本就跟这样就没点感情。也没找过，就没有找过我。后来也没联系过。没有。你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问题啊？头爹是神经病，我是抽的也没法，反正我舍我吧也没人管，就是抽的这个样样学习又不好，我也老了，我这眼冒上当气色儿了。你负责把他养大，他以后负责给你养老。我觉得我做这个也养不到他，我知道气色儿了。看他走了啊！我身体不好，我说要花个这个3年5年真难熬。一直是个生病，今年知道住了2回医院，成天那不是，那俺腿肿脚肿，心里就一直是性病。主要看那就是心情。对，主要是性病。主要是心病。主要是性病，主要是心里，我跟你说，活的心里死活。我要是不能装招，我是不能装谁管你？他说你就把我送到孤儿院去，有劲儿给去硬孩子吧。说我就跟你了走，你是我到了我再回来看你，你试试。样子我是想你了，你说我就喝来困的，我这个梦就该你，你说你。就是表姐在找个这影子，说你看见了吗？看见可是又想我了，你说还你不高兴？你说后来困完，我觉得梦都改的。他后来我就困奶奶，你说我就想奶奶，你说就还也困。白天的我不困，我说行，我说你就是这号想法，你说是嗯，我就是这号想法。你说我学习不好，你说我到了我去倒工，你说倒工挣钱，你说我给奶奶买房子，你说是，你一路走一路咋没楼？你说是。我给你买个楼，奶奶。我说你买个楼，我说你不去是不？你媳妇住。说不行，你说我下叫奶奶住。我说你都是小辈了吧？奶奶可看不上你买楼了。